大家好，我叫阿雅，我是来自哈萨克斯坦国家，我的中文名字是丹青。我在来到中国是从2017年啊来到中国，然后我的 major 是设计。如果总结一下我的2023年的话，我肯定会选择一个幸福这个词，因为幸福里面有我的美好的记忆，然后努力的学习和努力的跟家里人和朋友们的聚餐或者团队之类的。然后我的目标和希望肯定是从学习这边开始，因为我的学习是一直在提升，因为我是设计专业的，所以我需要把自己的这些能力要提升一点，